深耕动画教育多年的知名动画家赵顺文，他结合了剧场化的艺术装置以及传统手翻书的互动装置，在府中十五动画故事馆推出了非常态循环赵顺文动画装置展，我们一起去看看。生态随着时间发展而演变，如果把这个概念扩充到文化层次，人类的生活也可能悄悄地进行演变。动画家赵顺文就透过个展呈现世界上各种现象。动画其实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状态，所以他的影片其实没有很长，就短短的，可是一直在强调生命以及就是世间就是生物在轮回不断的循环的一个状态。那也透过他原本对于雕塑的擅长的技法，所以展场呈现了非常多动画里面的立体装置，那也欢迎大家在现场再仔细看。这次的展出结合剧场化的艺术装置以及传统手翻书的互动装置，让民众在快速翻转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奔跑的过程。以前手翻书都是小小的，那现在展场把它做成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这种大的，觉得还不错。动画家赵顺文深耕动画教育多年，这次透过跨领域的视觉感受呈现出动画的故事性和多变性，带给参观民众不同的动画艺术体验。记者沈志勇、林景瑜新北市采访报道。